里奥然 fish 怎么了？我有几尺，心里没收拾。你该死的闹铃是谁给我关的？哦，我自己。该怎么办？乌龟姐对我是老生常谈。知道了。人仰马翻，提着箱子磕磕绊绊。打开手机，马上定位机场。好，确认下时间才不会紧张。对 ，What？ 怎么？时间显示要用一个小时才能到达机场。随风奔跑，去坐大巴，推箱关了，钱在地上摩擦，开始抱怨自己每天都冷，为什么每天都不去锻炼？喂，啊，小伙子，怎么？刚走。我好想看到大巴离开的身影。哎，你到底买不买？不，此时的我心情分冰冷静，我要冷静。对，看我反应，拿起手机我就做了决定。出租车，这个时候才能保证时间的正确性。